讲完之后，我觉得还是对通不通过哈，但是要记名表决，或是这个主席是不是问一下每个委员，表达一下意见，这样，因为我想这样还是比较好的。哎，你还是这个，我们对一个案都是可以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，所以我还是觉得说大家可以投一下票这样。那我觉得就是表达，我口头也可以问啊。那这样，因为我跟那个刘教授一样，我是没有不会开那个有条件通过的条件，哎，我是开不出的。所以这个我是希望是这样，哎。所以我们已经可以贡献到说否决的条件了哈，我就这样啊。但是大家要有其他的条件，我是没办法，那个更困难嘞。因为从六亲的经验，我告诉大家是无法执行的，那个条件是几乎不可能有那个机制去保证的。哎，到底有没有啊？不然我就重讲好了啦，你就刚刚那样子，真的实在是哈，你们这个，就那三，我开发厂址是健康风险偏高地区二，开发单位排放之污染将产生显著的额外健康风险三，开发单位所提报告，所提报告。低估，就是低估健康风险，这样就对了，这样就好了哈。拒绝，哎，然后右边就只有一个，就是说，好，右边那个不开花的理由哈，哎，我说其他我都删掉，这是我的版本，我就不要写那么多了，那个。就是综合考量哦，VOC SO2 NO2 及 PM2.5 的额外非致癌风险，好，豆田 VOC PM2.5 的额外致癌风险，找得到吗？可以吗？好，乙属偏高了哈。除在考量当地寄存的健康风险，将对当地居民产生不可回复且无法承担的健康危害。好吧，这个就是不，我们是不是可以？哎，老师啊，他大概我2点半还有报告案例的主事，好吧？这个但是，你要不要先表示一下你的这个？我有的时候，这个还有，我就觉得说，其实媒体在这边我。